漂漂亮子，你穿旗袍好美，穿漂亮亮的。中餐厅即将迎来第七季，这次除了找来国民男神许光汉助阵之外，在浪姐是获得不俗人气的影后贾静雯也将在节目亮相，担任餐厅的服务生。已在布达佩斯度职超过半个月的许光汉，现在端起盘子招呼客人，看起来已经十分熟练。而近日才加盟节目的贾静雯一到现场就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，时不时也能看到她与其他来宾的互动，和赵又廷聊天时更是频频笑到捂嘴弯腰。录制过程中，他还搬出一箱饮品分送给在外守候的粉丝们。粉丝一见到他，便直喊姐姐好漂亮。贾静雯也露出腼腆笑容回应，现场气氛十分温馨。耶！我找了一个下午了，姐姐好棒！你俩只有几秒，没有很多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没了。等一下，你好漂亮，你好漂亮，加油！谢谢。你好漂亮子，你穿旗袍好美，姐姐穿漂亮的，谢谢谢谢姐姐，谢谢你，没了，谢谢姐姐。